狼队呢各有这个谜底词，好，我们会有一个谜底词，哦，互相都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派人进行小游戏，赢家呢就会翻出队友翻牌，赢的翻牌，好，然后联想那个提示，如果先猜出谜底了，那当然就赢了。好，来，沈晨哥的脸，年纪掉下来是很正常的，怎么了？哇塞，我在等医生呢，已经掉了很多。掉了很低了，对，马上就到地上，两年到地上，哇，已经出来了。他长得有点傻，是哈，好开心。好了，这个是神龙摆尾，摆尾轮流进行。这怎么叫神龙摆尾呢？啊，这叫吊郎当。不好意思，大过年的不要吊郎当，一王神功，不要，要吉祥一点嘛。神龙摆尾有多好听啊！神龙摆尾，哎呦，这你吃亏啊！那怎么说？这个高人打不到。可以，他看。哎，别别，我也别动，别很脏啊。那你也吃亏啊。那矮子你下不去啊。谁先来？如果一分钟的游戏先破了，就换人了。陈哥，啊，轮流上，啊，一分钟啊。来，准备。神龙摆尾，一分钟。快快快，快要去了，简单一点的。我大力一点。就破了，还这么容易破、啊？力道，别点力道，哎，哪里有力道？一点点破，腰呢？腰没有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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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得要忘起来啊！我的天，他吐了吧？他忘了，他忘了他下面那一颗，你要忘起来，他就只能想用上面的。不是，我想用甩的吧？他已经把针装在上面，那怎么要怎么样忘起来吗？不是，忘起来了，哎呦，我整个晃得跟流星锤一样。打破五千，没力，真的假的啦？五千真的假的？一次哦，一次哦，软软的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忘起来吗？不是，你忘起来了？哎呦哎呦哎呦！一次哦，一次哦，软软的。三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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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，这好像用离心力，这是要忘起来吗？忘起来。三哥，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忘起来嘛。拿起来吧！不是，人家打我了。你前面用对了，后面用不对。不对。打破一颗，是对不对？两分，可惜了，好吧。来，我们奶奶队现在普恩，那吴宇轩，哎，哇，三个，吴宇轩先生，好，两颗，是好像夫妻，哎呦，刚用两颗，增加，哎呦，增加一光，婚前，真诚报婚前检查，婚前，婚前健康，婚前健康检查，婚前，哦，你要换，你要想生吗？想生吗？我没撇，想生吗？不行吧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哎呦，你保留的，你的话有点语带保留。没有。不行吧？不行，要有人破了才能。哎，三颗就赢了啊！谁先出发？我。你先。哎，宇轩先。一分钟准备。加油！快点！耶！甩一下！Go！不要急，后面后，不要急，往后，要甩起来。你先小心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哇，好会甩哦。
方法的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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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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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急，不要把那个幅度给它抬出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会挡头，你吸下去。哎，好厉害啊！甩边的来了，甩边的来了，甩边的，甩边来了。甩一下，对，有玩过，你又甩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不好看，又甩了又甩了，甩掉你去哪里？还被扣好了。在这里算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没有球吗？好累啊！哎，没有想到有这一招啊！球要是用咬你啊！现在加油，你们不能用，要不然告你哦。我们刚才先用的，你们刚没有用，徐东文用了，徐东有用吗？他已经开始要用，但是那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。对，完全花了几块了。太厉害了，伯恩，你有练是？每天晚上练，每天晚上练，没办法，每天晚上甩，练到甩龙鞭了。我们家买很多器材，刚刚甩的还蛮好的，哇，真准哎！而且是用流星锤的方式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血滴子啊，要是最快，这个重心要稳啊，打陀螺哎，重心不稳的话，我甩6颗，六颗啊，六，这也难追的。好，我们已经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来翻牌，输了。来，我们猜对一条线索，猜几号？谁？我呀，我们就以中间为主嘛。四号，西后，西后，西后，来，乔事情的地方，哦，多的嘞，乔事情。他们，我们的节目可以告诉方向没有吗？对，有没有方向？可以乱猜，乱猜，没有办公室，哎呀，没有方向。桥是天桥下，不是停车场。桥是什么地方？赌场。不是不是，地方还不够。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个名称的。计程车行、立法院、龙什么？哎，关键关键。刚才讲立法院还不错，立法院，立法院，立法院桥事情。哎，你们是有请问奶奶队只看一个提示就要猜答案了吗？当然是，猜牌不猜啊，这样这样后面没办法玩的。不猜牌不猜啊，不猜牌不怕单元不够长啊。我觉得光明顶，光明顶，光明顶什么路？哦，峨眉派跟那个少林，你光明路还是光明顶决战的地方？怎么可能？所以答案是叫立法院，好，立法院那边。光明顶变立法院了，立法院，立法院，立法院，不可能了，滚！哎呦喂！哇！哇！谢谢很好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下个小游戏拿下来，然后翻到好，换我们翻牌，好，好不好？下个游戏来，请九位。擂台摆开来了，这一关呢叫做龙头老大。等一下，两边刚刚你们赢，换你们来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攻，首先攻，我们先攻。对，听说一个只有一个队友是看的明眼人，其他现场的每一个，包括打的人跟被打的，都要戴上恐龙法箍。被打也要，被打也要，被打哦，恐龙法箍。法箍最后计算是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他不在头上的就算得分。只要不在头上，打下来，哪怕掉到下巴来也算得分。哦，不见得一定要打掉。好，刚刚这样说了。如果他自己松掉呢？那也算我们得分。我有乱挥，那算什么？那算倒霉。那个风扇倒的，倒掉，是够厉害。好，这一边谁来攻击？谁？郭子健来攻击。谁来发难？谁来发号施令？雨熙，我明眼人。来，不要笑，你出来。开始笑哎！好，不要笑，在这边。90秒，龙头老大准备。预备。哎，他们超出去了，他们超出去了啊！到了。开始。先浪费。左边，我们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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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
你为什么都不听他的？你把眼罩拿下来。对，你是在打他。他刚打自己。好累哦，好认真，光抱手啊，好可爱。你最近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你有那么恨吗？后面啊，哎，这三个够累的，好累，好累。奶奶，谁滚到外面？奶奶，你滚到那个去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在这里。他不知道，我看不到，我听到你的。我说往后走，然后走到晨晨，可是我往前、往前、再往前。哦，晨晨一掉了，我是自己滚到掉了。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。那这才等不到啊，因为飞的。忙什么？这样才不好打到啊。这个说他只要出去就要用飞，自己弄掉。谢谁一个？自己弄掉有算掉吗？算掉耶。好吧，我们输的话我就打死。来换我们的，换我们打。方位搞清楚。我想，你知道平常说往前往前，我们就往后，你知道吗？他往右往右，我们就往左，对吧？反正他走就对了。你讲。来，请戴眼罩。大家都戴眼罩。加油！来，准备。好黑哦。龙头老大，九十秒准备。对啊，别出去了。Ready。左边，他左边，这个是对的。这比手，好累好累，各开一个提示，来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，你们先开我们的六，好不好？五六七，五六七可以，五六七六六，好不好？六六六，六开，哦，完了呢，哎呀，真的跟你们一样，地方我们都知道是，他们是乔事情，我们是地方，哎呦，会不会两个提示都是一个答案的地方是吧？哎，来你们开一个。哎，这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来，我已经很旺。OK， 猜啊，那地方很直接往右一个，三号，漂亮，三号，两号，哇哇哇，很关键，关键。林青霞演过，哇，林青霞，对。乔四行的地方，乔四行的地方，电影。东方不败，你知道这样？东方应该不是，这个地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是以前的嘛，庭院深深啊，或什么。嗯，啊，我没看庭院吗？窗外是什么？窗外在哪学？窗外。这个地方是？那电影都太老了。龙门客栈。龙门客栈。哦，龙门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对。没错，这是对了。乔四行，乔四行的对。
定是来打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换一个答案，因为制作人给制作人已经给脸色了，难看了。制作人已经那。哪个？那我们龙门国小。要不要改啊？要改吗？现在的太到了，龙门客栈，你们在爽什么？有答案了是不是？既然林青霞也能在窗外，窗外，东门不败，窗外四个地方，我们猜一下嘛，因为今年是龙年，跟龙有关的，对，有没有这个地名？龙虎塔，龙虎塔，龙虎塔，高雄龙虎塔，对啊，来，我们也猜一个高雄莲池潭那边的，哎呦，龙虎塔，龙虎塔，龙虎塔，喷他们，龙虎塔。好，来了，我们呢？好，来，你们有没有答案？谁们猜？可以调事情的地方。林青霞。龙发堂。龙发堂可以调。龙发堂，林青霞演过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林青霞演过龙发堂。林青霞很神奇啊！林青霞连资生堂都没演过，演过龙发堂。窗外。黑幕。黑幕。这两台关键台。黑木兰，黑木兰，不然那个黑木崖猜不到了，什么崖猜不到的啦，黑木崖，黑木崖，黑木崖，东方不败，黑木崖是吧？喷喷，哦，还好没被猜到，哎，还好啊，对啊，还好啊，我们写的很好，其实你们提示拍的真的蛮好，怎么那么笨啊？林青霞电影啊，100多部，你慢慢猜啊，真的不好猜耶，来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小游戏，来，几位。